最难的就是第三关。第三关是谁最贵？第三关是谁最贵？这一关有三件同属性的宝物登场，但可能全是真的，也有可能全假的，更有可能真假参半。让你猜猜看，到底哪一件宝物的价值最贵呢？谁最贵呢？我们准备了翡翠蛋面，还有翡翠的珠串，还有这个翡翠的吊坠坠子啊。我跟你讲，利友哥，为什么这件很难？我们刚刚辨真假，可能 A B， 你知道，大概随便猜一下，可能有机会。现在是看起来都是极品，可是却要选出一个最贵的物件，全部都是天然翡翠。我真的哈，这哈，不是我讲真的哈，这我拢第一届啊。嗯，看他乌龟吃大麦的，我拢在那边。定位，你今晚那是连号哈，你去直播点。你先行定位哈，大家拢唔敢甲你骗。先滚啊！不敢随便给你开价，看到这个手势就吓到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翡翠蛋面哦，真的很蓬，很美。然后你有任何想要问的都可以问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三件，哎呦，尤其是待会第二件这个珠串，塞门哈，可以问啊。钱老板，这件冰压在。没拿这样就有给大的很有价值，它旁边这个应该也是要酸钠呀，也不能随便弄个玻璃来。但是伊的镶上去，这种价值哈，上关的是中央这个蛋面，主角还是它这个蛋面。因为我会看，我是看这个细节，就是它旁边的，对不对？看它完全不准，阿内吗？因为主角的这个价格还是跟它差很多。珠宝石你要怎么看哈？就是翡翠的话哈，所以第一。就是种水，这是一定要透。透好像有，这个蛮透的，一定要很透。是。第二就是要有颜色，透应该要用那一只在人家那个云南那边赌石，好像有一个啊，有那个叫赌石呢，哦，有做一点功课，今天有备而来啦，哎呦，照到没有瑕疵，你看看哈，没什么石纹，天然的翡翠很高级。再来 B 来珠串。每一颗颜色差不多，来，我让利友哥看这一串。哎呦呦，你看每一颗都是这么绿，跟你的外套一样，哇，就碎耶，你看哦，然后大小也差不多，种质也差不多，每一颗颜色都非常的均匀。老板，你说要透嘛？要透，但是我不建议你这样子直接弄的，应该是就这样子一个一个这样看下来哈。其实你可以看到哈，像有一些你看，像这两颗哈，这两颗不，这两颗呢，可能颜色比较太深，有没有？哦，所以说整条哈，不是一颗石头，不是一粒石头刻出来，所以有深有浅哈。对，其实，在翡翠里面呢，最有价值的应该是珠链，但是珠链要有一个条件。对，就是每一颗哈都要12mm 以上。啊，12mm 有多大呢？大概应该讲的话，就是我们的小指头尖这样子。也直径啊，嘿，是太小，价格也不会太高。哦，那第二个就是秋款哈，秋款呢更小，会比那个珠链再低一点。哦，那再下来就是蛋面。哦，秋季啊，哎，秋季啊，秋季蛋面就要看有蓬冇。是，就蓬啊，蟹五高。你刚刚那个真的很蓬。再来这个坠子嘞，哇，李友哥，你看这个，这卡对呀哈，很绿，你看这种绿，根本是老坑种的绿。这卡对呀哈，好美。你来闭起来，你也怎样哈？你看那个落差，来，你按那闭你就知哈，你看哈，很浓，你看哪一个颜色比较漂亮？我直觉而已，锥子嘛，比较浓，对不对？这个漂亮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正确，很漂亮。是，这个颜色就比较淡，但是它这个有优点，这个就蓬呢，这个大粒，这呢扁扁呀，细细只，所以体积就有差，对不对？所以价格当然也会随着有差，如果这个有三倍大，对，哇，那这个可能要超过这个。我们大概这样比喻哈，就是 B 色就重要，对啊，色是这个较好，哎，对对对，但是呢，你的厚度、圆满度啊，越大气的感觉，没错，那个翡翠哈，千金难买，颜色好哦，哎，这听起来它又加分了，廖老师，来，最近的拍卖了，因为现在都是春拍了哈，是，这个是某一家拍卖公司这一次的一个物件，我们先从第一件。
那个蛋面来看，这个蛋面呢，起拍价300万，好，台币300万了哈。这件的起拍价200万，但是呢，我们要去看的就是什么呢？总水色，翡翠的话就是讲总水色，然后呢，在色里面的话要讲正浓阳匀，啊，它的颜色要很均匀。那你如果说正色是绿色，如果是像我这样看过去，这个蛋面带有一些黄色，哎，带有一些黄色，那就不是正色了。那如果说以那个珠来讲的话，现在所看到这一串珍珠是目前拍卖记录2744万美金，美金，嗯，这个呢大小呢是从14.7到19.4，啊，这个是芭芭拉赫等那一个珠串拿出来卖的，8亿多呢，2700美金，也是下下礼拜，对，下下礼拜要拍卖的这个保利的拍卖，有这样的一个珠串，嗯，好，最近珠串都非常的夯，所以有以上的线索，利友哥，您觉得哪一件最贵 ？A、B、C， 请选择。这个还是要哈，用猜的，用猜的，猜没关系，你用直觉来看，我教你，不要用猜的，第一个好玉不雕。好玉不雕了，雕的雕件就拿到旁边去。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，你看 C 是雕种，哪一个的种比较好，哪一个色比较正，然后呢数量比较多。啊，真的哦，有这种哦。对了，我是这样告诉你了。哦，哎。所以你单颗的物件真的很大。太晚认识你了，如果当时你是我的同学，啊，我。考试你看都还是我的老师。来，您觉得他刚好玉不雕嘛？我觉得这个我们就基本上他应该不会是最贵，因为他有雕嘛。哦，这个可能不是。这两件您觉得哪一件最贵？来，请公布答案。哎，听得爱听微微啊。你干嘛是？数量多的。你干嘛是 B？ 颜色，虽然秦老板独角工有一两粒啊，哦，拢不是。就不是一条龙的就对了，是，但我用真的我的直觉的，是 B， 是这个，不改，就是他就是听廖文良老师的，他觉得数量多，他听到2744万美金，他就要了，哎，但是我是来跟你讲，廖老师想要听你唱歌，社会也无得着。老师的名，我跟你讲啊，良心翡翠呢，一块石头这么大块，切下去那个绿都一点点而已。我跟你讲，我不管了，就是我的直觉，是，就是喝看啦。对哦，对姐想喝看。你改一改啥？对哦，你改你干嘛先啊？一王姐啊，观众朋友你哪里好啊 ？A B C， 你看咧去看。王姐，这个我是王姐，我哪我以我直觉啊。哦，感觉就是最好看啦。感觉 A 上好看。对啦，尤其是我们刚，也，那你那，例如那讲这个爱克红仔啊，巴迪啊，它真的圆润巴迪，真的很红，华贵，真的很红，对吧？华贵，好，没关系。巴迪呢？确定不改，答案是 A 啊啦。A， 好，那我们就先从。是干嘛？这种熊猫可怜，我咋的传那边唱歌啦？熊猫可怜啊，这类温馨来见价，来熊猫可怜，这类来先来见价，听看卖熊猫可怜应该是偌侪钱，好不好？来，请见价，16万元。哦，这买16万元呢？是几类嘞？哎呦，这买16万元。好 ，B， 因为你选 A， 我们最后公布嘛，哈，喝酒 demand day， 那你先来听下看买 B 价格多少，请见价，65万元，完蛋，哎，我觉得这个已经很贵了呢，马进，喝剩的，我觉得65万应该已经很贵了呢，就瓜娘吧，就瓜娘啦，就。会不会是 A？ 我看看利友哥的眼光，他觉得答案是 A。我们来看看，请见价，120万元。哎呦，这是贵耶，丢脸哦！吓到，怎么那么厉害？哇，这个搬
颁奖典礼10000元珠宝购物金，六哥大千点金品提供，三公斤的金价，恭喜哦，甚至不武啦，三关全过，太聪明了，六哥你最后这个转折真的很漂亮哎，怎么会这么厉害？我都拢最后一刻看喜欢的，三公来看价格都得加对。遮尔侪好朋友啊，拢好人啊，啊，到尾啊，咱讲这有当时我嘛，恁介绍了，介绍了拢足详细，不过我有小可乱意，对，所以啊，我就是直觉，就是直觉，啊，这就勇敢就好，对，你一开始，不过我讲真嘞，对，这三项拢足价大嘞，是，这翡翠，今仔日来这价大啦，拢摸着这贵重的物件，这叫做贵气啦，啊，对。喜爱大寻宝家的观众粉丝们，我们有 YouTube 频道咯，只要在 YouTube 搜寻东风卫视或是扫描下方的 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节目内容，还有更多网络独享的影片，方法也很简单，只要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就可以收到我们最新的节目消息，也不要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哦。